美丽的湄洲岛如同一片清脆的柳叶，静谧地停泊在碧波万顷的湄洲湾上。观祖庙山上四季的花开花落，听湾湾海岸线的潮涨潮落，人文与自然优美地结合在这一方岛屿上，升腾的香火氤氲着整个湄洲岛气象万千的生命场景。依靠着岩石坚硬的商人三宝感应启定，捐金三百年的两宋时间，莆田人以坚硬的物质文化和散发浓郁的民俗风情的非物质文化，汇聚成一条浩浩荡荡的信仰河流，在中国大地上流淌，在每一片大海上奔腾。灵妃一女子，半香起湄洲，巨径虽击天，旗盖岩中流，驾风强浪薄，翻经斗千秋，继而大神通，血石扬万头，风绝碎旗贵，清辉碧珠流，轮换李公省，冠剑接公侯，始胜自全闽，俄变于齐州，静如海不波，忧与神为谋，刘克庄白虎庙。以铁蹄踏破南宋河山的蒙元王朝，也留恋着无边无际的海洋。由于原定都大都是历代第一个定都最北方的王朝，南粮北运成为元王朝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政策。不论是海运还是河运，繁忙的漕运需要妈祖神灵的庇护。元至元十八年，公元1281年，元世祖就敕封妈祖为护国明柱天妃。
天妃这个隆重的封号，距离妈祖首次敕封重福夫人只有123年时间。元朝在短短的48年时间里，对妈祖的褒封就有5次。元天历2年，妈祖的封号长达21字，即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祝顺福慧辉烈明著天妃。白虎顺祭庙，文峰天后宫，清江天后宫，圣敦天妃宫，
在元朝这个历史平台上凝聚着莆田能工巧匠的智慧结晶，特别是清江天后宫以其完整的建筑物质、雄浑的建筑规模、独特的建筑风格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妈祖文化，为我们走进这条丝绸之路的历史甬道提供了文化坐标。或许从这些工艺建筑优异的妈祖庙上，木兰溪在元朝莆田人的记忆里依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。指挥周作主持重建寝殿、香亭、鼓楼、山门，妈祖祖庙规模不断扩展。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广泛民间主祀的神奇。
天翻地覆地改变了泉州的经济面貌。勤劳而又勇敢的泉州人流淌着先人身上漂泊的基因，在每一个炊烟升起的早晨，又削木造舟，织布挂帆，沿着奔腾的晋江水驶向海洋。舟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一千多年的时间之水流逝了无尽的往事，淹没了无穷的历史档案，但唐代诗人张寻之为我们保存了这幅繁花似锦的社会场景，留给后人可以想象的繁荣。唐代泉州设参军事，专门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，这是泉州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。那时候来泉州贸易的商人很多，南海帆船常到，而出现倒衣私杂的社会现象。五代，泉州为闽国辖地，闽王王审知坚持对外开放政策，重视海外贸易，泉州通往东海、南海的航线不断增多，贸易十分繁华，招来海中蛮夷商贾。这个时候的泉州城已是东南沿海贸易的国际大都市，渡口、港口、码头布满晋江两岸和泉州湾海岸线上。宋朝开启了中国古代最壮丽的木帆船时代，也是中外贸易异常繁华的朝代。也正是敞开贸易大门的宋代，整个福建沿海从南到北的数十个港口，以最热烈的姿势迎接一个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高峰。宋代造船技术的大发展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提升。东亚、东南亚国家货物交易
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宋元佑二年，公元1087年，泉州正式设立了市舶司，掌管全国对外贸易，标志着泉州成为海外贸易一个重要港口。靖康之变，宋室南渡，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移到南方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，对外贸易成为南宋王朝主要的经济活动。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，大大增加南宋朝廷和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财政收入，也促进了广州、泉州、宁波等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。作为中国海岸线黄金分割点的港口城市，泉州在这个时代风生水起，快速超越宁波、广州，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港口，货物吞吐量占全国一半以上，而且还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。晋江南岸的陈代，风格迥异的丁氏祠堂，来自波斯的阿拉伯后裔聚族而居，在泉州大地上繁衍生息，无不说明千年古城繁荣的文化交流。以高大宏伟的清真寺为代表的古代泉州，天主教、景教、伊斯兰教、摩尼教相得益彰，和谐共处，呈现着人类历史上灿烂的多元历史文明，为泉州赢得了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与主要城市，遗留在泉州历史的文化古迹纷繁复杂。位于石狮石湖村的六圣塔，铸建于宋政和元年，公元1111年。900多年来，俯瞰石湖古渡，是泉州港入海口处高高耸立的航标。位于石狮宝盖山上的关索塔，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，公元1131至1162年，俯视着晋江向东滚滚流入东海，泉州湾和深沪湾一览无余。分布在泉州海岸线上的还有憨江古渡，晋江岸畔的富美古渡是泉州古城最繁忙的渡口。
山中无时不刻字，单是奇峰石刻就有十方，是研究宋代奇峰制度风俗的活化石，也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迹。元朝替代积贫积弱的南宋朝廷，但元朝廷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，而且进一步扩大和加强。元至元十四年，公元1271年，元兵刚刚占领泉州府，立即恢复重建泉州市舶司，负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。泉州，元朝一代最重要人物蒲寿庚领衔为泉州港，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，开启泉州重要历史时期普世时间。泉州海外交通、对外货物贸易、文化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。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版图最辽阔的一个封建王朝，从北到南上万公里的海岸线全在元廷管辖范围，海上贸易东至日本，北至高丽，南至东南亚各国，西至波斯、阿拉伯、非洲。泉州为此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无可争议地占据着中国第一大港的地位。从南宋政权颁布政令时，宋嘉定十二年（公元1219年），朝廷下令以丝绸、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。丝绸、瓷牙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、缅甸、印度、波斯、阿拉伯、埃及，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，再回到埃及，出红海到索马里、莫桑比克。
泉州天后宫，在一片叫宋的美好时光上，筑起了山门、娘妈殿、寝殿，东西两廊两亭，初名叫娘妈宫。始建宋庆元二年，公元1196年，那时的泉州已经是一个上郡。从唐代起，泉州港就是全国四大港口之一，民间经商者众，积聚了丰厚的财力。泉州天后宫始建的规模与档次，或已是全国一流建筑规模的妈祖庙。宋嘉定四年，公元1211年，泉州郡守邹应龙在泉州顺济宫前面的晋江上建造石桥，因为临近顺济宫，便命名为顺济桥。顺济桥横跨晋江，气势长虹，全长150余丈，宽1.5丈。石桥上有石栏杆、塔状，桥两头有威武的石将军，坚固的石桥堡是8米著名的石桥。晋江岸边，江中停泊中外数不清的商船。雄伟壮观的顺济桥，气势恢宏的顺济宫，顺济妈祖之名随着泉州古港的万国商贾传播在五湖四海。南宋，泉州是东方最大的贸易商港，亚非欧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，每年不知运走多少瓷器与丝绸。同时，泉州造船业堪称全国一流，港口出海远航的船舶多部分来自泉州造船厂。泉州市舶司与泉州府官员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祈风祭海仪式，最初祭海在晋江边的真武庙。祈风仪式在南安的九日山，由于航海者船工中妈祖庙信众日益增多，祈风与祭海仪式全部在顺济宫举行。顺济宫在南宋已经成为官方祭典的重要场所。南宋，泉州已跃升为全国第一大贸易港口，每天进出港口的商船达到数百艘，是那个朝代最繁忙的航线。多数航海者、船工、商人信奉妈祖，祭祀妈祖，凡出海时均到顺济宫抽签问卜，祈求风平浪静，出海平安。虔诚者有的甚至从泉州顺济宫分灵，把妈祖神像供奉在大船上，日夜点香燃烛，保佑一路平安。妈祖信俗也随着海船远播到东南亚、印度洋沿岸。
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泉州港在古代世界航运业上的地位，反而不断加强，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大港。由于元朝的强盛，统治范围最为广大，泉州港更加繁盛，与海外贸易通商的国家已近百个，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王朝。元朝对漕运、海运的重视，对妈祖女神的神话作用也异常重视，多次诏封妈祖，以祈求妈祖的护国庇民。元至元十五年（公元1278年）八月，元世祖下诏泉州天后宫，直接敕封泉州天后宫妈祖女神，敕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珠，灵会协政善庆显济天妃。元世祖称妈祖为泉州神女，并封为天妃。妈祖在神明地位上骤然升高，并成为全国统一的水上女神。元廷对妈祖信俗如此重视，下苦心是与元朝廷的国策分不开的。元朝依赖海运、水运来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，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海上女神为其保驾护航。惠则调宇阳之序，镇四海而保无虞，祥光挟风浪之躯，护岁漕而克有济，忠贞为国，慈惠宁民。先朝已擢于轮包，今日宜申其宠命，水行受职，永替世运之昌。元朝皇帝的诏文已经对妈祖护国庇民的惠泽表达得十分清楚。妈祖信俗中的护国庇民神灵一直贯穿元代92年时间。元代中后期，
一司法行叛乱导致泉州港的没落，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泉州人过人的胆识和冒险精神，明代泉州天妃宫以其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着闽南人迁徙的脚步。